大家好，我是阿信，今天大家吃饱没哈？在这影片开始前呢，跟大家拜个早年哈，祝大家虎虎生风。Hockey 啦，啊，这个说到过年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年一定会做的事情，像有些人就会去打麻将啊，然后或者是陪家人这样子，不知道大家会做什么固定的行程？那像我的话，以上这些东西呢都会做。那说到过年，其实还有个东西是我一定会去买的东西，就是福袋，没有错。每到过年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很多品牌啊，或者是百货公司推出福袋，让大家呢用低于以往的价格买到超值的商品嘛。对，那福袋的款式霸霸款，里面有装商品的，里面也有装现金的，就是让大家捡便宜啦，好吗？最近呢，我听说搜狗推出一个很厉害的福袋哦，叫做 Hockey 啦，福气好运抽抽乐啊！听到这个福袋之后呢，我决定带大家趁着上班的时间，有没有偷溜出去买搜狗福袋，然后来开箱里面的福袋的一个价值，还有它一个中奖的几率，看是如何。好啦，所以今天就带大家呢到搜狗现场呢去看一下这个福袋的状况。听说已经蛮多人在排队的啦，不小心又翘班了哈，因为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搜狗的福袋到底超不超值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去前往搜狗忠孝店吧 ，Let's go。在排队，怎么这么早？不是啊！走，去炸吧！背后，我背后，我背后，哎，对，发靠，我们访问一下排队的人好了，他们感觉都很有经验，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你是七号？对啊，我七号。你们是几点来的？不然这么早就来了？排了半小时左右了。半小时左右，所以本身在抽福袋部分很有经验，对了。还可以。已经抽多少年的福袋？收购福袋？应该有五年了。五年都来抽？听说今天是里面是现金券的意思。对。所以就是可以直接用里面的钱就可以买现场六楼所有的东西。没错。最少会有多少？最少2000，然后最低有3000啊。那最多嘞？8000。应该是有没有？我其实我3000我就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赚1000的。对啊，3000块我就看现场可以买什么就好了、啊。好，大家这个过年期间哈，来买这东西，做好防疫，不然现在哈，疫情的升温啊，我都要戴好实名制扫起来，保持1.5公的距离，戴忘记感。因为我们现在在六楼嘛，对不对？之前我来这边的 reopen 进驻很多潮牌、球鞋、服饰、包包，都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些单品。这一次抽的这个福袋。只能否六楼，所以你喜欢潮流的朋友，不要错过这东西，买2000块福袋，最少会让你赚1000块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哦，到齐的话，我们要开始抽福袋喽。开戏了啦，开戏了啦。先你先选一个，好不好？你要选这个哈，好。总共50袋啊，1/50的几率可以让你2000元变成8000元哦。8000哎，对。哦，恭喜你哦。抽到8000了。对啊。第一个就抽到8000了，那剩下就不用玩了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跟你回收一下你的号码牌，还有2000块的现金。哦，2000块。对，待会我们就可以来抽一个福袋。哇，2000块一包。2000块一包，不限数量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们这边是要排队的。那如果是说今天你要两包，那请你排2个人来，因为通常我们差不多半小时内，哦，全部都会卖光嘛。因为这是只有初一限定的这个福气好运抽抽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来试一下手气好不好？还有6000跟5000。对啊，前面这些朋友不会抽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是福气啦。福气好运抽抽了，你要抽之前就喊一声啊 ，Hockey 啦！来，杂青啊，边边囧囧啊，也是可以的，这样赚1000啊，至少赚1000啊。不过接下来人就更赚了，他已经把3000抽掉了，对。所以我可以拿着这个福袋券去这个楼层挑我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挑任何的东西都可以，而且各品牌都有加码。它加码了以后呢，可能今天这3000块用起来可能是6000哦。所以我就是在买之前，我先问一下各品牌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优惠？没错没错，福袋再跟他买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六楼独家的活动，各楼层也有不一样的活动，我们10楼也有。啊，赶紧来杯加自己想要的东西好了，因为这边是潮流的楼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挑服饰、挑鞋款、挑包包，这边都可以找到，一件一件给它逛起来，好不好？来。我最近都蛮缺的，缺钱了、啊，但是你现在有钱了，因为这边东西其实品项蛮多的，要慢慢的看，不要着急，各位朋友，不要拿到3000块现金，输了就该背，对不对？你要慢慢看，哎，你看有 Levi's 啊，然后Dickies、Edwin， 所以来讲，我的选择性很多啦。
就文姐，你这个是你的爱迪达活动嘛，对不对？拿5000送500一张这样，那等于说我只要再用这张再加2000块，送500，那500块是可以什么时候用？月九号用。哎，这张其实公用性蛮大的，到处都可以用。好，谢谢，我上课。经过了这几间店的一个走访，我决定我要把我的3000块用在 Porter 上面，因为他们的福袋2999，然后里面的价值好像超过几千块、几万块都有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来的话，你不只可以直接买东西，你也可以买各品牌的福袋，等于说钱变大感觉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在搜狗6就是会有这个好康，在初一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进去买他们家福袋好了，看会把3000块变成什么样子。咖啡色2850，不行，我得要。我们冲一波3000块可以买这个小包，可是我觉得刚刚听到店员讲他们的福袋更多好康，说不定里面就有两个这东西。店员，店员，我们问他一下。拍谁？打扰一下。你们是不是有福袋啊？有这边。哦，你们福袋也太大了吧？对啊。那我刚刚有抽到一个3000块，可以用这个买福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可以啊。啊，里面的价值大概？价值大概8000到10000不等。哇，我今天要赚了5000块。好，那我就直接用这张给你买这个福袋包。那我们就稍微开个箱。这袋子这多少钱？2999，2999，3000块。好，这是不找零的，对不对？不找。哦，碎，而且还难怪呢。它有钥匙。它钥匙跟锁哎，啊，收起耶，放在谁？哦，在这边，这边。你看那锁都是 Porter 的，好刺激哦。我的3000万终究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进广告，我们就来开箱这个 Porter， 他在这个忠孝六楼过年期间的福袋，亚克力板，大家是不是吓到了？不要紧张 ，OK？ 哦，这个袋子它的容量超大的，东西我一定会用到，我可以放很多衣服在里面，然后就提出去拍摄这样子，蛮好的。哦，欸，很多个哎，不是只有一个哎，几个？三个哎，我3000块买到三个 Polar 的包包，干嘛嫌我憨？这花2000。哦，花2000，哎，对啊，我花2000而已。这下面，这下面麻将，干不起，麻将，干不起。手拿包的部分，而且你看它的这个。皮质啊，他不是说哦，今天是福袋，就随随便便给你一个小包包这样子，手感很好呢。这个价钱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4350，好夸张哦！第一个就开到4350块东西了。我们开箱第一个是手拿包，那接下来呢？这个我应该是我应该会自己留着啊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小腰包。多少钱？我先看一下，3650，所以4350，7000块。这个包包我其实蛮喜欢。试杯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来。赞，这个我超爱。那，啊，你看你平常手机啊、钥匙啊、什么 Web 啊、USB 都会放在里面，已经回本了。我跟你讲，好，所以 Porter 的福袋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这个小提袋，对，它旁后面它只有做一些缝线的处理。啊，这我这里4450，3000，已破万了，对不对？破万。所以总共加起来呢，所以一开始只花2000块买福袋。然后抽到3000块的现金券，然后我上来 Porter 买他们的福袋，最终获得价值超过10000多块的产品这样子。那相信各位看到我开箱完 Porter 超值的福袋之后呢，一定会想说会不会买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很容易买不到。据说他们的福袋都是大年初一就会完售的状态，因为真的太佛系了。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呢，好不好？加紧你的脚步。然后我刚走过来路上，我还有看到一个立牌，上面写了另外一个活动，看一下那活动长怎样，我们去找一下。好嘞，刚刚我们在 Porter 的时候，除了提到这个初一、初二有一个福袋券以外呢，他们初三之后呢，还有第二个活动，都是在福气的，福气好运欢喜抽了，没有错。你只要单笔消费满1000块，你有发票没有？因为这发票的话呢，就可以参加这个福气的福气好运抽了这样子，而且每天就限量100份而已哦。所以呢，里面奖品有什么？就是100块礼券、200块礼券、300块礼券、500块礼券。但重点是，这个礼券呢，它是没有使用期限的。你换到当下，你就可以拿来现折。我相信这个福气的福气好运
欢喜抽呢是有攻略的，直接请我们的课长跟大家解释一下要怎么玩。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抢呢？因为每天只有限量100份，一定会有人排队，所以前几天可能，比方说你在过年前就要跟我们的专柜同仁约好，说我要买这个包包，11点就到，马上去开发票出来，立刻来排队。然后呢，这里至少会有10%以上的回馈，通通有奖吗？通通有奖，所以最高送到500。我们活动时间从初3到初5，那现场呢会有一些公告，可能有一些之前的抵用券，它没办法去列入消费的金额。是每天初3到初5，每天都100份这样，都100份。就是安内啦，总共这两个过年期间活动，初1、初2一个，初3到初5又一个，抽好抽满，抽到你手软。希望大家过年期间呢，如果没事的话，跟家人出来玩啊，来说我逛一逛，买一些新的行头，因为过年就要穿青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6楼指定6楼，嘿，潮流都在6楼，好不好，各位朋友？好，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希望大家在抽这个福袋的时候都可以顺利抽到大奖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。